抱歉，我跟曾医师报告啊，我为了要验证我所知啊，我做了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现在眼睛啊，现在眼睛比较大，因为利用比较小，所以为了要验证我所知，我去把眼罩戴上。
太多的话，但是我也身为曾医师的朋友感到骄傲。高雄也有曾医师啊，有一位诗人运动家，有一位哲学家啊，我们这座城市，我也觉得说真的是与有荣焉啊，真的非常谢谢啊，曾医师在这几年能够不断持续的这个把诗不断的创作啊，让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市民朋友也好，或更多的人能够感染到说曾医师对于这块土地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也特别挑了两首诗也收录到这一本这两本书里面这个是过去在2017年2019年啊，当时这个蓝色假如要募款的话，我都会去啊。这个所以跟这两所诗是非常的有缘所以我今天就这个抱歉，我刚跟曾医师讲说他在你面前念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大家肃静一下抱歉，我跟曾医师报告我为了要念这两首诗我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眼睛现在年纪比较大，因为体力又比较小，所以为了要练这两种，回去把脸长太大。所以大概一个礼拜前啊，这一次打电话说：“哎呀，要练两首送给我的诗所以我就把脸大概开了。所以现在看这个字可以看得很清楚谢谢男人60岁里面的一个段落，宿友的心声。你流浪在我们的栖地，远离人类构筑的迷离幻境。你放弃了语言，放弃了傲慢的知识，放弃了仪式性的无理行径，放弃了装扮在脸上的自尊，成为我们的异类朋友。思绪要柔软如树枝，意志要坚定如盘根，心境要平静如幽灵，眼界要高耸如巨木。随季节更换叶片，无私的开花吧，朋友，让我们嗅闻人类的芬芳，分享素人的纯美。真的是很感人真的非常谢谢曾医师送给我这首诗。那另外一首诗是《冬花夜看》，花开没有啼声，初世之情突然现身，穿过冬夜的宁静，无染的挺挂枝桠，城市安眠在身份中，海洋拍鼓，港口叮咛，不断的开花，不灭的梦，在某个小小的角落，悄悄感化了世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还有很多各位都可以在书的意见里面可以看得到说曾医师对于台湾的热爱其实第一首诗其实我觉得好像在讲我但是我又看一看就好像在讲很多人不是只有讲我所以每个人其实在读诗的时候也是像一个不断反省的一个过程真的要非常谢谢曾医师能够在他很繁忙的医师的生涯里面带给台湾社会不断的温暖跟关心再一次的感谢曾医师谢谢曾医师谢谢也是智慧的指引